到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。欢迎收看美食不打烊，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又简单的葱油拌面。首先准备一把小葱，把葱白和葱叶分开，葱叶切小段放入盘中，葱白放一边备用。然后下一步准备熬葱油，锅里面倒入少量的油，开中小火慢慢的加热，然后把葱叶下锅不停的翻炒，直到把小葱叶炒干炒香。葱叶炒变颜色后就可以把它捞出来，这个时候记得关最小火，防止把葱叶炒糊。捞出来的葱叶不要扔掉，放一边备用。然后再把葱白下锅，同样炒干后捞出。在这里大家要注意，葱油的温度非常高，直接下调味料的话会溅起油花，容易伤人，可以等它油温低一点的时候下入调味料。两勺白糖，一勺蚝油，两勺生抽，半勺酱油，最后再来一点点的盐，然后再次开小火把调料搅拌均匀，搅拌一分钟左右，起大泡的时候就好了。开水中下入1块钱的面条，把面条煮熟后捞出。这个时候葱油凉了以后，料汁会变得非常粘稠，不容易搅拌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加热一下就好了。在面条上面浇上2勺葱油酱，撒上一些干香的葱叶，搅拌均匀即可。一份葱香味愈浓、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制作完成，欢迎点评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。